持香港李仲盛堂保濟院呈現中年好聲音兒。作為你的主持人，我真的很榮幸啊！今晚可以同大家咧過一個又温暖又刺激、普天同慶的日子。今天是平安夜啊！好開心啊！觀眾朋友對我哋嘅愛實在係好勁。聖誕節就梗係揾地方玩㗎啦，咁佢哋就 book 地方咯。第一句問嘅，你有冇電視㗎？我哋九點鐘要睇電視嘅噃。哇！我聽到呢個消息，我簡直係深深咁代表我哋成個團隊，好多謝觀眾朋友對我哋嘅愛，實在令我哋呢個節日太温暖啦！翻嚟我哋嘅比賽呢一個回合，18位選手將會揀歌曲，代表他們的生命之歌，一聽這個主題就知道很温暖。說說賽制，18強選手將會分成上下半場出戰，最低分兩位會去到危險區，高分的順利晉級，上半場最高分的位可以去轉兩區探索世界。至於整個回合最低分的兩位將會被淘汰。聽到這裡刺不刺激？我終於可以找到一個很漂亮的機會來多謝 Alan， 因為《中年好聲音1》的主題曲《我們的名字》就是他作給我們的，多謝了。而這一集呢講故事之歌嘛，請 Alan 來是最適合的人選。為什麼呢？他作了很多很多電視劇的主題曲、片尾曲，講到說用音樂去講故事穿透我們評審。 Alan， 麻煩你給一點貼士我們參賽者。好，很多歌手咧，去唱一首歌之前咧，佢可能佢會諗啊，我點樣去唱？用咩感情啊？咩咬字？用咩技巧？但係可能佢冇諗過個 source。個 source 就係創作嗰個人。因為歌手佢想點樣去唱一首歌好咧，除咗要諗自己點樣去表達首歌之外，佢要知道個作曲人或者嗰個靈感個來源喺邊度，佢想表達個咩嘅畫面，佢代入去唱咧，就更加有個畫面咁出嚟啦。好啦，這個 tips 我希望我哋參賽者代揾，跟住一間表達到出嚟，好冇？好啦，我哋開始比賽。第一位出場嘅係鄭子豪，帶嚟《特別的愛給特別的你》。你有承諾，卻被你抓得更緊。沒有了你，我的世界雨下個不停。我付出一生的时间想要忘记你，但是回忆从我心里跳出来拥抱你。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，我的心魔逃不过你的眼睛。78分，好，多謝評審。我覺得因為佢個媽咪嚟到咧，佢唱嗰陣時候嗰個心酸咧，係湧到上個喉嚨嗰度嘅，咁所以係有啲咁多影響佢嘅水準。跟住落嚟嘅選手係陳善廷，帶嚟嘅歌曲係《幸運是我》。在我手里，今天
交俾評審。我講先啦，俾咗咁高分，首歌好啱你唱啊，覺得你揀個好啱。我覺得你一開始嘅時候咧，反而我覺得有啲做作嘅，你諗好多。嗰個位置之後，你把聲你冇太 process 諗得太多，反而你 touch 到我。跟住落嚟出場嘅選手係陳燕娜，帶嚟嘅係《傷痕》。愛情是每個女人都需要經歷的難關，我媽媽經歷過兩段失敗的婚姻，我從來沒有見她開心過，每次見到她我都很心痛，我想跟她說放下過去的傷痕，不要讓她成為你的枷鎖。評審，多謝。其實呢個歌好難唱嘅，我哋初初睇到歌單，我話慘啦，燕娜咁。但佢一出嚟，雖然嗱，佢就真係啦。佢雖然都係想喊想喊咁，但係佢 deliver 得好好啊。間房都好聖誕氣氛喎，都唔係太黑啫，黑房都唔係好黑啫。哇，可以頂頂經喎呢個。耶，有病唔使怕。下一位出場嘅選手係劉可，帶嚟嘅係《一千個傷心的理由》。青春時期嘅初戀係我人生中最美而難忘嘅。我用了一千个理由同你开始，到最后要用一千个理由与你分开。蓦然回首，事过境迁，好庆幸我哋曾经遇见。爱过的人，我已不再拥有。许多故事，有伤心的理由。这一次，我的爱情等不到天长地久。错过的人，是否可以回首？心没有任何请求，许多故事有伤心的理由。这一次我的爱情等不到天长地久，走过的路再也不能停留。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最后我的爱情在故事里慢慢沉重。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最后
我哋呢度一聽到你個分數78嘅時候，啊、你自己頭先聽到你自己嘅分數嗰時候，你有咩感覺？冇辦法啦，正常啦，咩、分數都係正常，我全部接受。你誒而家咁鬆容係嘛？我好鬆容啊，我冇所謂嘅，真係冇所謂。喂，邊個入嚟我都唔想見佢。呢個時候啦，係咪先？十幾強啦，係嘛？你就應該出去啦！你出去，你唔好喺呢度啦！你出去，走！喂，入到嚟有咩突然申請？都有禮物收。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.